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和别人分享。我好想摸一下，来，跟你蹦下去。敢拢无感觉歹势，一支小雨伞甲己摕，定定去到久无爱讲话，流完笑眯眯，搁等一个雨伞休到阮淡奶奶。欢迎。记得他今天什么打扮？其实就算每个穿也好看，可能把我东西弄不见，最靠边冒险真我牵着女伴，旁边都在问他是谁，新的美宝的铺展，金他是手还是飞，我都不在意，别看这不安全，因为在看你啊，让我霸道女明星。我藏不住，我藏不住，担心被别人注意，根本藏不住，我藏不住，担心被别人注意。你知道吗？我当时跟我的公司讲说我要找瘦子，他们说不要啦，芳姐，你的观众没有人认识他。其实我刚刚稍微有感受到一点点冷漠啊，刚开始的时候。哎，人家有说冷漠，你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来来来，开玩笑。哎，在看你演唱会的时候，我是在包厢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。的演出除了演出之外很精彩之外，你的话讲得非常好，很会甜言蜜语，难怪下面的那些辣妹哇能脱的都脱了，偏吃偏喝了，偏吃偏喝。今天你要不要站近一点看，有没有穿着是你比较适应的。今天有一个就是蛮特别，就是我爸妈今天也在现场。所以我也不好意思。在哪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在哪里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他就是在某一处了，在某一处。对，哎，爸妈爱你们啊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爱你们啊！哇，你所以你是为了他们来的？没有，他是为你来的，我就放心，不干我的事，对，他单纯是冲着你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不男不女的。Hello。哇。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。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我好想摸一下，来，跟你蹦下去。太辣！我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介入别人。是该离开你，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来，我帮你主持一下哈。来，今天来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张清芳小姐五岁吧？你们爱不爱张清芳？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后台看那个，就是电视转播，就是播出看你的表演，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。然后，但是我有发现，因为现场今天就是很多长辈朋友嘛，人跟人跟共，所以我跟你讲，长辈朋友有时候对于你的爱都有一点点含蓄。芳姐已经暌违了将近八年的时间，又再度开唱。我以为他要讲我的年纪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是安妮啦，年纪不是问题哈，只要你愿意唱，我们都会继续等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因为他这么久，终于又在开唱了，所以你们要把握每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机会。我现在希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跟我们一起大声喊：“张清芳，我爱你。”就丢啊啦！我上榜。我真的非常喜欢他，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接班人。啊，你不要这样讲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要收你做干妹妹而已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可是我真的是他干妹妹，你看他的名字叫做
Stella，我光是 Ella 四个字我就占了他一半、欸、你们有看到吗？哎呦哎呦，来我们一起大声的拼出他的名字 STELLA， 有没有？